样，圈给你挑好的，转转圈给你挑好，那些不好的都不发。但是我要给家人说一个事情，因为今年雨水，那还有4分4秒钟啊。对，因为今年雨水很足哈，喝饱水了可能会有皮儿撑开的一个情况，但是不耽误不影响啊，一样吃哈，都是很脆甜很多汁的，9分甜1分分的果酸哈。大果和小果给你们说一下区别，家人们，我们线下一个果王，一个果王 A 级的都是10块一个，然后今天在我们直播间，我们的 A 级果王和大果今天10斤只差1块钱哈，追求高品质的可以去买果王了，果王还有最后两单了，果王划算。你想想，我们大果线下10斤都是129，对不对？现在10斤的话是49，48.9。然后我，对我们10斤果王是49.9，有需要家人1号连接直接去拍。是的。然后小黄车，我再给家人发一个，来再给家人们上个福袋啊。来，家人们，1号连接直接去拍就可以了，库存不多，我们是现摘现发，保证是精品 A 级果子，保证是9分甜1分酸的一个口感，保证给你们爆汁儿，所见即所得哈。而且这个颜色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这个苹果刚下树，收到以后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果霜，蒙蒙的，擦一擦，洗一洗，咱们就可以和达到这样的一个颜色了。我跟你说，果霜是正常的，没有果霜的才是打蜡的，才是库存果，你们知道吗，家人们？自然生长的，对，而且营养价值也是很高的。很多很多直播间跟你说它是东北的，结果拉到安徽去发货，那都是仓库里面的冻库果。我们是烟台山东栖霞今天头茶果，现摘现发，今天给你发的全都是烟台本地发出，发的是京东生鲜冷链，给你包邮到家，现摘现。对，从摘下来到送到你手里只需要3天的时间，把都是带青带绿的，你们可以去检查，你们可以去检验，拍一单试一试，因为人与人的信任只有这一次。对，拍一单尝一尝我们的果子，你会收获一个买水果非常靠谱的直播间啊，家人们，右下角直接去下单就可以了哈。对的，对的，右下角无忧的拍啊。来，咱们的话呢都是做到售后无忧，售前有服务，售后有保障，坏果烂果压箱变质，不新鲜不组成，我一颗苹果我都给你包没包售后，如果不是直播间里锁定你锁的，你回来找我麻烦都是可以的哈。对的。然后我看到了好多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对不对？对，新进直播间的朋友的话呢，左上角的福袋啊，给你们的见面礼可以去参与参与啊。咱们的话呢是刚刚开播的一个直播间啊，中国都开完了，中国已经没有了。对呀、啊，中国都没有了。这样子啊，有没有站单没有付款的？有啊，有两个姐妹，有两个家人们站单没有付款。这样子，我们最后再给3秒人去付款的一个时间，因为我们的话呢也是库存有限嘛，霜降之后的苹果那是非常好吃非常甜的，所以咱们的话呢也是供不应求了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去抓紧时间秒拍秒付。来，姐妹秒拍秒付，3、2、1，市场车1号链接，库存已经涨价了，对。然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来，是不是还有新进来的？8分钟的一个福袋，我给你们的见面礼，赶紧去参与参与啊！咱们的话呢是山东烟台栖霞，咱们这边的话呢地理位置老好了，所以种出来的苹果的话呢，它是又大又甜又多汁的。给大家看一下皮儿是不是特别薄啊？皮儿薄，肉厚，汁水多的。来给大家爆个汁看看啊！咱们苹果的话呢是称为苹果中的爱马仕，苹果之中的榨汁机啊。别人家苹果的缺点，在咱们苹果上面全部都是优点的，因为咱们皮儿非常的薄，果肉是非常非常的香甜的，它是自带果香味的，看到没有？就这么一点小小的果肉，汁水是哗啦哗啦的往下流的。拿给自己的小朋友、老人、小孩去拿个苹果汁喝，是不是？就是也非常的好啊！对，家人们，多的多的口口爆汁儿啊！对的，不是橘子，的老香了，是不是啊？口口爆汁儿。对的，烧的老香了。今天我给大家说一下，你去外面商超买一斤是不是要10块钱？买10斤得要100来块钱了。像我们这种精品果子，100来块钱可能还下不来的，只会更高，不会更低了。但是今天我新号开播的直播间，我今天给你们开半价，还能再低啊！半价都不要。点好关注啊，点好关注回来飘小姨报名，后台把录屏系统给我打开一下啊。好嘞。要统计一下人数，因为的话呢，咱们确确实实福利价格的，对不对？对的。咱们的话呢，比较宠粉丝的，大家懂的都懂，赶紧点好关注。柯小姨报名了，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说苹果要认准原产地呢？因为咱们北纬37度的一个地理位置，它这个光照条件就是非常充足，然后土壤的话呢是非常非常肥沃的，而且昼夜温差老大老大了，所以它更适合种苹果。种出来的苹果的话呢，就是鲜嫩多汁的，酒甜易酸，自带苹果清香的。看到没有，皮儿非常的薄的，薄如蝉翼，而且的话呢，它拿来榨汁是非常好吃的。你们买苹果是不是怕踩雷、怕踩坑的？你们去其他
直播间，可能是价格确实便宜，二三十块钱能拿到手，但是你拿到货不对版，但对不对？但是在咱们直播间，我敢给你保证，全部都是所见即所得，因为我们是自家果园，好的苹果它一定是在树上还没有采摘下来的，所以我们的话呢，现摘现发给到你们的。这样子，我们今天点好关注飘小一报名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我今天也是刚刚开播的一个活动价格，今天你把那个价格给我改一下，改成40多块钱发八斤。八斤行，半价了已经。对，已经是半价，还能再低了。我看一下，今天40多个人还是比较热情。这是什么苹果？这什么苹果？好的，感谢宝贝支持，这么多人支持我们，这样子你多加两斤吧，就这么一波。不是八斤吗？再加两斤，你看这么多人都支持我们，说下单了，希望不会失望。你看别人都是在别人直播间踩过坑踩过的，但是他们愿意相信我们直播间。我给大家多加两斤，怎么了？马上改成链接，多加两斤。今天我给你八斤，我还给你多发两斤。来，一定要点好关注，我要小一帮小一了，家人们想要多加两斤的啊。对的，现在有多少家人们点好关注，向小一帮名的？很多家人们在问这是什么苹果啊？这是我们今年头查下来的七侠红富士 A 级的一个金苹果哈 ，A 级的金品红富士。不是。不是山东烟台的苹果，你回来揍我啊！对，现在一个如果不是所见即所得的话呢，回来揍我。来，现在有10个家人们报名，我们先开10单库存哈，你们一定要去秒拍秒直播，因为我们这么多人在直播间都想吃到新鲜的苹果的，是的，所以你们手速一定要快，拿到的都是咱们现摘现发的，而且的话呢，都是咱们栖霞烟台的苹果的。来，我数3个数，大家准备好手速，准备好网速，来3、2、1，上车一号链接库存已经加了，有喜欢赶紧去拍。果王只有2单啊，少量库存，又喜欢赶紧去拍了。来，家人们，我就跟你们说，我们这个是出口级别的精品的 A 级红富士，对的，所见即所得，拿回去如果不是精品果子的话，你直接回来就投诉我都可以的，家人们。而且今天收到所见即所得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给我们一份信任，收到以后货不对版，缺斤少两，不一样，不甜不脆的话，不多汁的话，都可以找我们的客服去进行售后，我们是售后无忧的，不会让你们在我直播间踩坑踩雷啊。咱们是山东烟台栖霞自己的果园，而且。很多直播间发的是货不对版，我们说给你发大果就是大果，发果王就是果王，而且今天我们10斤大果，对，是多发的2斤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给你们做了8斤的半价，48.9包邮，而且今天全部发的都是京东生鲜专线，还有一个福利是隐藏福利，你们没有看到，我们今天的10斤果王。我们做的价格是49.9，只比10斤大果贵1块钱。你要知道，就这两天，我们马上果王就是59.9了。对的。隔壁直播间的大果10斤是在69的价格，家人们。对。今天我给你们做的是大果48.9，果王49.9，就差1块钱。对的。家人们，那我要去拍果王呀。果王最后两。栖霞关道啊，关道，关道。追求的话，追求品质的话，直接去拍大果和果王就可以了，家人们。只有少量的库存了。而且今天发的是京东生鲜专线，我们下单以后是直接给你现采现发，是的，你们可以来检验我们的品质，收到以后把都是带青带绿的。对的，我给你们说一下口感，口口爆汁，在嘴里直接榨汁榨开，这才是好的品质，而且皮儿薄馅儿大，吃不了酸，吃不了甜，吃不了皮儿厚的都可以去吃它，家人们。感受一下我们家品质啊！我们今年我跟你们讲，你们出去看一看，超市这样的果子都是12、13一斤，8、5、9、0的都有啊，看你选择。如果是说选择咱们的大果的话呢，就是85的；如果是说果王的话呢，就是90的，然后你去拍就行了。他们大果果王和中果之间的话呢，就差1块钱的一个区别。对的。如果是说想要追求品质，想要更甜更多汁的，往大了去拍啊。对的。家人们，你们有那去精品超市看看 ，A 级的果王卖一箱多少钱？家人们，你们去看看都不敢相信那个价格。你再看看我们这个价格，2杯奶茶钱给你带走10斤，咱们一年就吃这一次头茶，一定要去吃好的，而且现在双降了一定要去吃精品的。而且我们给你赠的2斤都是同等品质的 A 级大果，家人们。品质的果子，对，这是你们去检验咱们的品质，售后无忧的，坏一个赔一个，坏两个赔一双啊，家人们，而且是我们是仅退款的一个售后，你们可以放心啊，你们可以放心，我们真的是在山上啊，后面还有拖拉机的声音，后面还有个货车准备去拉苹果了，拉货车去拉苹果的，家人们，抓紧时间去拍呀，对，我们对的，对。去拍就可以了哈，家人们，右下角已经弹出来了，库存不多了啊。来，库存的话那就2单啊。对的，而且的话呢，咱们什么叫精品果子？咱们在树上转着圈，给你挑漂亮的果子才叫精品果子，没有任何磕碰裂痕伤疤的，磕碰裂痕伤疤那种咱们都是不发不要的，咱们只发精品果子。而且的话呢，给到你的话呢都是树上现采现摘的。再给家人们报个汁儿，又甜又大又多汁儿的，来给大家报个汁看看啊。咱们的话呢，苹果的话呢，直接是可以呼噜呼噜的流淌出来的一个。
个苹果汁的，汁水特别丰富。对的，汁水特别特别丰富，你汁水都溅到我脸上了，怎么回事呢？这个汁水有点没办法，它确实汁水很非常非常太足了，都能爆汁，家人们。哎呦我去！你们看，在嘴巴里都能爆汁儿，甜甜的苹果汁儿，苹果香充斥着你的嘴巴。是的，对，而且我们皮儿非常的薄，嘎嘣脆，嘎嘣甜。现在果大果是九分甜一分酸，果王会更甜一点哈。对的。对，想吃更甜的，想吃更大的，直接去拍果王行了。我们十斤果王今天给你做的是49.9元，家人们。对的。你去看看其他2000多人的直播间，十斤果王的价格在99元十斤。要的。带上礼盒给你做100多，很多很多人去下单，因为你们知道品质高，咱们只是说没有给你做礼。盒，咱们新号开播给你做了一个49.9十斤，但是品质我们给你保证的是同款的一个 A 级品质，对，就是保证品质、保证口感、保证新鲜的。你好，很多直播间给你卖的都是一些库存果，你们知道吗？知道。左上角福袋也是19秒要开的哟。对，我们的苹果送到你手里还带着新鲜摘下来的果。